ਬਾਬਾ ਜੀ ਜੀ ਬਿਆਹ ਚ ਰਹੇ ਵਾ ਗਾ ਲੈ ਛੇ ਸੀ ਜੀ ਰਹੇ ਹਾਂ ਦਾਨ ਖਾ ਮੈਂ ਦਾਨ ਸੀ ਮੀ ਸੀ ਆ ਥੇਨ ਹੋਂਗ ਨੇ ਆ ਥੇਨ ਹੋਂਗ ਦੇ ਛੰਗ ਮਿੰ ਹਾਂ ਜੀ ਬੁ ਨੰਗ ਉਹ ਜੀ ਦੇ ਡੋਂਗ ਜ਼ੋ ਹਾਂ ਵਾ ਮੰਗ ਗੋਂਗ ਨਿੰ ਕੰ ਸੀ ਜੀ ਬੁ ਨੰਗ ਦੇ ਛੰਗ ਮਿੰ ਲਿਆਓ ਦਾਨ ਆ ਨਾ ਪੱਕ ਭਾਂ ਜਾਏ ਹਾਂ ਇਹ ਗਾ ਜਾਏ 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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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ਹਾਂ啊，这多，咱家有一个日本人哈，李向静。那啊喏，这多小开小，小开小，李向静。啊喏，这多，啊，他是这位日本人，那我们给他鼓励鼓励一下的，我们的学员。哎，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ちょっと。皆さんは天皇陛下の就任ですか？万歳。もう一回。皆さんは天皇陛下の就任ですか？万歳，很多的修明有，呢？哦，そうか。哎呀，还没干，你说？啊，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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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ね。皆さん元気ないよあんたちは，没有精神。好，刚才我们的来，我们的长，我们的这个长辈呢，你来起来一下，说说说说说，起来一下，起来一下，起来。아소정혼돈이형진마미나사오혼돈이형진다네미나사오천노회가를쇼민데스까반자뭐랑아우이랑무까니까마다지나진다네지나진잖아이드쇼엄不是中国人哈아하이저도아리가도아리가아소아给他们一次鼓励给他一次鼓励一下我们越过越清楚，我们来到这里不是随随便便，我们知道我们大的使命在我们里头，我们必须要诚实，我们必须要用心的去思考。我今天来到家，不是被逼的，啊，被逼的举手，有无？哦，您爸爸逼到来到家，帅哥、帅妹，你用逼的哦？那两位帅妹，你们是用被逼的吗？自然来的吗？还是听了消息不得不来？我跟你讲，就算被逼的，有一天哦，我有一个笑脸呢。阿公，我哄爸爸逼我一点来，不然呢吼，我都一刀一刀两断。阿公想哪遐尼严？无啊，结果呢吼，过吼差不多两天了，我阁问这代志时，你感觉如何？哎，好佳哉，我爸爸甲我逼的呢。无啊，这代志我拢唔知呢。结果这人外高，你敢知？好，第一期初级班廖第一刚高级班他带十二个人。他带十二个人。然后再来他就带十也差不多十一个人。一直保持带这个也是英文老师。英文老师。难道他们笑一起笑吗？他非常用心。啊，高一很多讲师也慢慢陆陆续续的。高一高雄医学院。啊，教授老马感谢。都赶快了解掉那种触动的触媒啊，在你的里面就开始引动了。引动的是你的脚都不听话啊，你敢知？你的脚偏偏都是买了几百家呢？是安怎？他那个法理吸引你不得不进来，了解讲，干了多几条路，一旦解决整个台湾问题，所以你就会来。所以为咱今仔日会来到家啊，我们还是给自己鼓励一下，好不好？来，咱手举悬，看会麻无？我看麦。向你边啊讲好家在有你，来，好家在有你，好家在有你。搁一出来举悬，来向你边啊讲好家在有你。这就是咱今日共同的目标。但你看，你歪头看恁边的人啊，笑眯眯，有啊足水足缘投，对不对？有无？这就是台湾人本质啦，哈，唔当急啦。你愈急吼，你看你去大楼啦，修电台，哎，就啥，哎，就电梯的时候，你入去，台湾人啊，你入去了，过第二个就来烧，安尼，过看是安尼用劲的呢，啊，你看日本人，你入去者，嗨，你看美国人 ，Hello， 台湾人。我看你的脚安尼啦，
不同款，对不对？这就是一，咱拄啊安尼拍一个手啊，咱的面啊笑眯眯，这就是咱的本质呢。你为何不善用你内在的美呢？你为何不将你最好的一个呈现给所有的人呢？哎，咱是台湾人，天皇的臣民，我们就有那个傲气，那不是骄傲的那个傲气，我们就有那个气势，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何等的美，你知道吗？我秀一下，哇，好迷人呢、啊，对不对？长头发的，你看，哦，好迷人哦、啊，对不对？那帅哥呢？嘛是叫帅啊，叫恩导，对不对？为什么？我们里面何等的美！你为什么爱结个呢？看人就是安尼，啊，像低格量个呢，对不对？为什么？咱无需要嘛，那种好的物件呈现出来，对不对？对。我们是优质的人，那个人民呢，不是足悲哀的呢。虽然经过这些痛苦，但是咱来底，我们里面不受损害，不受迫害。但有一天，我成为一个民政府的高官的时候，我不是啊，安尼官僚作风，我哪是公仆的精神？去到任何一人，哎，你好，有需要我来帮忙吗？有没有需要我们来为你服务的地方？我们的亲和力就要有了，对不对？所以为今天开始，在座都是不是咱民政府一级主管？所以公仆的心态要开始就要转扭转过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的建设，我们一个一个的进入另外一个层面，我们看见这个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好，立华一街，那这五月份还是这么美好啊！它是这是他们的水坝。我想是简易过去了，简易谈一下，以后面是有一些执政的原则，我们来给了解，最主要是它的建设，它的建设，这是我们经过那个水坝了入去，还过来做一个那个啥，电车一个电管，去电管，那会当做缆车，会当容纳80个人，80个人，但是我们要凭这个票，凭这个票，它四季分明，它就冬天夏天的时候很漂亮，我们那天去是这个，那天去是这样的，看见这个他们的地下，你看这个地方有没有？但是你知道一窝蜂的人有没有？喝乌沙袋是台湾人，结果是怎样？他们这个立山有没有许多人挤人？结果呢，让我觉得旅游的品质不是很高。你好，我们去问一下，一看，吼，大概都是台湾人，哎，怎样呢？争先恐后，抢位置，抢位置啊！有影足见笑的，你敢不知？足见笑，够大声啊！是无对咱毕业的啥中国其他人、其他人吼、还好一点呐、啊。但是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有一票人，我们习惯是去旁家是日本人，大家拢照规矩，行安尼绝对不抢位置。因遐哦，看到马上到就是比啊，哦，大家去抢啊，迄伊也毋是伊也不会包坑遐。占位置，南北安，不，那是我不讲，我们说大部分，我们指的大部分，东人呢、啊，因为有很多状况，我们知道只要是人，只要是人，但以整体来看，你看从这个海啸的时候，他宁可饿死呢，还是把排队，绝对没有排没有插队的了，你插队马上就有人指证你了，然后你哈多巴，你坐哈多巴时。分秒必争，抓对袂红蛋。大家咱只讲到遐，准时五分钟进前就到。大家就车，咱个是讲啊，搁等啊，搁等，搁拖五分钟、十分钟呢，是不是安尼？所以这种观念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认识。好，这个缆车，我们讲到，你看看它这里是百年历史，好，合掌屋，很漂亮哈，很漂亮。我想。今天呢，我们到了这里哈，我们看见它整个建筑的过程哈，和我感觉讲哈，他们的政府的态度，他做一件事情不是坦率，不是为了贪污，他们咱去评价拢是贪污嘛，不给不该就管呢，对不对？搞不要架杠施工的，吼，算算起来无偌济钱，未趁钱，
伊就安怎想拍诶，想迄条办法偷啊，对不对？本来是八支的迄条啥钢筋，扣两支去啊，对不对？啊，南妈控本来是200包变成800包啊，安尼啊，这种的状况，那所以咱的品质就无法多。你看咱的迄条诶，迄条啥，咱的砖卡提防无？提防是用土安尼堆起，你看没有刷吼堆了皮啊。皮是啊，薄薄的皮，安尼是阿摩陀甲石头。当年洪灾，当年我破去。我讲恁是安怎？日本人到今嘛做也阁有滴哦。咱是当年做新的，当年破。这是安怎？我得讲怀疑，我讲奇怪，咱是安怎做的？无啦，无安尼处理，我哪有钱通做？免啊饲百只病的，这样工人，这观念的错哦。虽然民政府安怎？咱那是讲这种的违法贪污变啊，飘飘，对不对？违法变形，只有安尼可以当解决台湾人。咱其他台湾人没有真正实际整个改变，我来讲拍管理。所以现在目前李炳遐有上课，这个叫社会保护法。什么叫做社会保护法？怎样来解救？社会保护法就是在接掌执政的时候叫做戒严令、戒严法，暂时冻结一切不法所得的全部，银行钱全部冻结，社会持续都冻结，料开始实施。因为有时黑当中有人会策动，有人会闹，有人会怎么样？所以这个保护法是短暂性的东西，啊，这个对我们这个无缝接轨是有一个安定的基础，啊，我们会实施这个问题。当然呢，最主要是我们身为这个观念哈，我们必须要了解。你来到了这里的时候，我们心境非常非常的棒，啊，这个地方我们终于看到了啊，雪之大谷，这个，你看这个多高，你知道18公尺，很高，啊，这个时候车子不能进去了。因为那是有风雨很大的，就会站着停。你要看，天气好的时候非常漂亮哈。天气好的时候，你看，这个是天气还是稍微不好哈，有点它放行的时候要看状况，要看状况。在游览车进去那个状况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像类似这个，到现在我们又住在饭店里面哈，你看他们的车子，你知道吗？为什么每一个人都是立起来？为什么？怎样吧？起来，下雪，他推机的时候当嘛，可能会把它弄坏，所以全部立起来。所以白天早上也要特别，你开车，当然，日本人很少鼓励开车的，为什么？很贵。但是高速公路，你一上去都是算千的，加油又很贵，所以自行开车费用非常的高。你当这个搭这个巴士的话，很便宜。非常便宜，你单是油钱跟路费哈，你可以参加5天的这个哈多巴士呢，那费用哈，就可以参加哈多巴士。所以呢，我想在这一方面哈，非常的棒。你看这次猴子也很聪明哈，但是你要猴子也可以找这个露天的温泉来泡，非常的舒服，非常舒服。我是说我今天提的这里是，今天提的不仅是看外观，最重要他们的这一个。执政当局对任何一个环境的保护管理的非常彻底，非常彻底。这是公园，这公园好漂亮呀，公园真的很漂亮。今天有我们的腹地很多，咱的腹地叫山顶嘛，赶快。但是阮宜兰遐说，我们宜兰应该是说好山好水好无聊，对不对？不去宜兰的牙唱，啊，到宜兰的够牙唱，那。宜兰袂歹，对不对？但是迄个姜太济啦，种姜也太济啦，所以宜兰我拄啊讲的宜兰，亲像我的头安尼啦，对不对？拢是安尼吼，一撮个拢是姜啦，种姜啦。屏东南部遮拢种迄啥槟榔啦，对不对？所以因迄个山顶是偌水呢，因公园遮是偌水，因若是讲腹地全部拢安尼来处理，你看一片。这批全部拢是一色，那个花人山人海啊！那客家探亲的好啊，哎，门票入边，啊，那个有够啊呢，
对不对？我们那么辛苦干嘛？哦，开米店，搁开一个迄个啥，食菜面，啊，搁开一个迄嘛，开一个成本嘛，5万10万，对不对？结果呢，逐个月敢有法度通啊趁钱？哦，咱整个改变规划了，哦，泰哥的物件拢放较好着啦，咱恢复到大自然世界。啊，与它共存，然后造成我们的经济的效应啊，这个都不是很好吗？你看这么一错而已呢，所以我刚刚顺哥讲讲，宜兰遐哦，沙顶沙坝海拔300，那个山头全部种，每一个季节不同款的花，我跟你讲，大家拢来遮不得啊！啊，我只有开一个咖啡店就好了，来啉一下吼，咖啡店加清洁费，安尼都有够啊嘛！哎，老人就很就不错了，对不对？哦，晚上白天都可以去做。我那个大姐已经在那边盖一个房子了。啊，这个来，我大姐嘛参加了，你看，我两个是拢赶快卑鄙男人组啊，拢欧巴嘞吼，一定要一起做领巾啦。啊，一起起码几岁啊？应该是六十几啊嘛吼，但是看起来改成18岁啦。啊，伊会偷车偷车的，听起鸡啦，啊，起鸡种菜，伊也拢是住台北啊。结果伊讲无爱，我讲爱住山顶，啊，伊就开起一个工寮，起码起个差不多要好啊，吼，了后家己种菜，但卖阮回去拢去遐啊办啊，啊，土鸡也足好食，啊，伊个土鸡啊肉有影足好食，啊，宜兰州的起平食讲好，恁是安怎烘的，要安怎拢来，啊，那是讲卖疲劳吼，暗时啊我过去拍一个迄个啥飞鼠吼，飞鼠但是保护动物啊，我你爱了解啦。啊！伊安尼投降白白，你都免怕，哈红红拍摄你就来。但是我去哩吼，迄个飞鼠拢会来排队啊下来。我不要打我啦！啊，我讲奇怪，是安尼不要打我，因为啊公公，我看到啥开来就马上投降了，因为打不准的，打到耳朵歪歪的，不是打到我家拍卡阿公安尼拍卡呢。啊，不要他打不准，我一枪毙命的好啊，对不对？无嘛，咱就袂准啊。啪一个，啪一个，好像变成一样无去，这开玩笑了哈。其实很多山产，哈，很多山产过度物件拢会当迄落。一个野菜，我讲野菜偌济，你敢知？免开钱啦，满片都是野菜啦。你看他这个野菜，行起来等来的野菜就这样，野菜偌好食，你敢知？所以呢，我想我们很多的环境改变，都是在执政当局的人。我们身为一个这个一级主管，我们必须要有那种想法。不然你是说这区是我的郡守，我的这个乡，我应该给他们什么？我的社区哪些是已经造成了一些社会的问题？啊，哪些造成了许多经济的阻碍？咱来去思考，咱来去选，选了来去研究。但是有一天我来执政，我掌权的时候，我要怎样来做这个改革？咱来有这种思考。你无这种思考，我跟你讲，永远跟流氓政府同款的过客心态，对不对？过客心态就是，迄不是领导，迄就是经过叫我来捞一下，我要捞一笔。你是因为捞一笔，那个心态不是完全没有投入嘛？是不是安尼？你看这回足济迄个啥，迄个政府乌色菜什么有啥物的，对不对？这案件，足可怕呢，哦。真花这钱啊！你敢知？所以咱那下过来弟阿讲，哦，我顶回我去阮那边遐，我一个少年的讲，阮弟弟因挂迄个美国国旗嘛，哦，伊这是西中的流氓政府的种卷发名贵啊！你敢知卷发名贵是虾米人？贵啊！哈、啊！你爱了解哈、啊？伊家己足早的讲啊，我是喜欢讲，伊足早的讲，他们是已经是新演员了，你敢知？你敢知？伊早起就讲啊，你要听无？要就唱哦，安尼。早起迄个就讲像伊安尼讲呢，下面人个主意，害你害我，同你心念念，听无对不对？三民主义。下面人的主意，三民主义嘛，海内海外，海你海我，统一信念，统一信念念。一早就跟你讲个，我是统一信念的信念念。
南京早就也流亡了嘛，沦亡啊，对不对？所以蒋经国在四四六级的这个文集来对啊，阿妈我的讲啊，美国已经啊，恐怕我们没有办法防这个保卫这个国土的问题，所以他把这个托管权要拿走，我的讲啊嘛，所以证明这不是他们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身为一个一级主管，我们必须要有这样更深的认知，每一个部落每一个地方都是花草，都漂亮，你敢不知道？你到都会都赶快，我就说奇怪，他们这没种东西，他们是客什么，结果是客家、哦、社区赶快、啊、轮流、啊哦、轮流经营，这所有所都没赶快的所在、哦哦、这个部落都是这样，这样有水吗？好、哦，结果那有人为了观光客也当去啊啊，欣赏花草，对不对？欣赏花草，你要回草，那个有一个山哈，哎、哦，无外观的山啦，哎，无外观的山呀，恁去啊，哎，贵啊，哇，这是贵啊，十担的树啊，就灰啊，整片都是哦，整片都是很漂亮，啊、哦，很漂亮，每个地方都是这样的，所以我是觉得哈、哦，那就讲因这边加几笔料哈，我也感受的是讲哈，他们整个。建筑对这些山林的规划跟保护非常重视，因为依我的讲，你看这山头、那白白捞出来的水，会当滋润下面的部落，佮会当滋润所有的草木和谐，这是何等大的恩赐啊！这是何等大的恩惠！因为盖小料也是讲，我们每一环都不能缺你跟我。赶快！台湾民政府没有你就不能成功，台湾民政府就是因为有你，我们才能成功。所以，我们今天简称为什么？同心，对不对？什么叫同心呢？有人知道什么叫同心？一样的想法啊，一样的想法，还有呢？还一样的什么？一样的心，有两个心吗？啊，同心就可以解决事情吗？同心就可以解决事情吗？啊，我跟你讲，同心必须合一啦，叫做同心合一才是完全的同心啦、哦、所以我们今天民政府叫的同心意义非凡，不赶快，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认识、哦、我们必须要这个认识。那我们到了一个最高山林、哦、我们在最高山林，刚才赤叶山里面后面就是3190级的那个地方、哦、山林，这个是 六星级的饭店、哦、我们中餐在那里吃、哦、但是那时候并没有注意说要去拍他的餐，但是后面我们有了，我们把它剪成，你看他们的这个森林树非常的漂亮，对不对？你到那里去，这个空气也非常的好。啊，我们都是做哈多瓦斯博感观哈，每一次到了那个哈多瓦斯都是不一样。那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哈、哦，这个是什么？樱桃，我也去哈、哦，啊，这是我太太去，我这五六点对不对？我去搓到安尼慢起来，从安尼啦，哈、哦，我也去的这边。入去了，啵啵啵啵，哦，了安那，好、哦、哇，好吃啊！你敢不知？就好吃，会流嘴喏，啊，所以即马嘴个目珠拢大流起来，啊，食个足爽诶，啊，这个是非常好，啊，一掌的四个人俩，啊，四个人，这就是农业，它坚持不要用一些化学物品，它完全是安那、啊、都是有机的。啊，这比免够洗呢，因为它有遮棚，它不用洗，直接吃。台湾你敢安尼食吗？你直接敢吃吗？不行，日本做事情就非常彻底。咱到遐，咱就直接食，免用洗，就直接会当食。啊、哦，所以呢，到了整个环境也不错。那后来我们这个下来之后呢，我们就到了一个唯一的100年以上的温泉饭店，百年温泉饭店，哇，那真的是。这通到路通到这里就没有路了，啊，没有路了。那里面的哈、哦，里面的设施非常的棒，尤其吃哈、哦。后面这边也有一个天然的温泉的，晚上可以有男汤、女汤，也有里面的。啊，我那个地方我有拍，但是我有拍到一些不该拍的啦，所以我也不能弄出来。一弄出来的话，他可能以后就不能见人了哈、
啊，在那边那相当的不错。我觉得说，当我们每一个部落，当我们每一个城市，把所有的这个格局、道路建设都非常完美，我们跟这个旅游观光结合，我相信所有的老百姓因此蒙福，对不对？现在咱各所做起饼家啊，现在已经在我社区部落社区有没有？你知道吗？你到宜兰看看，部落社区也看不到垃圾了，对不对？你几笔的矿房看不到垃圾，为什么？他每天都有人捡垃圾，那固定轮流捡垃圾。嗯，为什么呢？咱这游客哈，足抬高的啦，到遐哈，收载物件拢乌白啊，蛋乌白蛋，蛋糕，然后这个什么那个保特瓶啊，乱丢，伊就开始扣，无因去扣，那是当初宜兰东山河刘锡坤泽做的事哈，伊刚刚有一摆三六大家一摆。好，本来是足清气的，入来了出来，去顺哇，拢是粪扫，哇，讲袂得啦。所以呢，尤其可能就讲游览车来，伊就对游客，就跟着游客走，一面去卷起，啊，一面就是辅导，一扣一的扣扣了，该讲你袂当安尼。经过这么一个城里，一次又一次的，依然愈来愈水啊。所以在乎谁？执政当局的坚持，对不对？执政当局的不坚持，那个乱象就会呈现的。你们将来是一级主管，你没有这种态度，你没有这种思维，将来你管区也一样了，能赶快的。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整个过程，我们就了解到，我们更该要学习。今天造福我们所有，这是百年屋啊，世界的古迹哈，河长村哈，世界的古迹。不要说你刚才你看看那个水沟了，这个水沟很干净的。水沟干净到我在小的时候，我的家也就是这个的。我们的家是日本人，都是盖这个木头，旁边有水沟啊。我家门前一不是迄条啊，不是迄条因墙的哈，有一条而已的是。但是有下面呢，有那个小鳗鱼啊，拢有鱼啊呢。所以以前我感觉讲好，我看到这个我就会流目屎呢。阮兜头前就是有这個，日本人拢爱做这個呢。我因为可以水安尼讲，慢慢干，咱那个残遐无，拢用安尼做，所以呢，那房子建筑的非常漂亮。但是我们宜兰的哈，大同乡那边都是这样子盖，但是波米拉台风的时候全面倒，装不得，啊，装不得，那个是没有经过后续的保养，人家建筑的你看都非常会懂得保养，哈，懂得保养，啊，所以他们你看这个在，尤其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当到了差不多秋天开始啊，这个景色更美、更漂亮哈，更美、更漂亮。你看道路很干净，这个部落，你看单是这个部落，我们就看到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他们就是说每一个地方差不多都有那个拉面的拉面，哦，就在做那个拉面啊。但是你知道吗？他们价钱都是公道，不是讲你这间较俗五块，那边较安怎开贵五块拢无。品质拢同款，非常好。咱的迄个啥休息站呐，吼贵到安尼，阁无好食。啊，食汤改成无啥物了，价太高诶。恁去边遐拢同款，品质就绝对是保证诶，吼，绝对保证。所以也先讲原因，你也是有迄落啦吼。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必须了解到，这是他们的这个河长村的全面貌吼，部落。那今天哈，我们看这些以外哈。我最终的目的就是看到，接下来他们的这个啊，这个道路乡镇的，在高山2000我们要到富士山的时候，所以你看这个道路都是一样，很漂亮的。我这个刚刚坐巴士哈，小看山顶的小块会行，对不对？拢无感觉，唔知是司机技术好，还是安怎，还是车较水，结果我查结果是路，这个路非常的平坦。啊，非常好，哦，非常好，部落嘛是同款，顶关山顶的拢同款，所以这是2370高标的饭店，它是滑雪地啊，啊，拢是供应那足水足好的所在，但暗时啊吼，袂当徒步，单人不能一个人啊，安尼行路，为什么？山顶足济，山猪啊，山猪很多，啊，晚上哦。晚上你这样的行程，你单独去吼，马上就，
是这样的，在那挖吃那树根呐、啊，哦，这树根哈、哦，你这树根哈、哦，你这树根叫乌康乌康无，这乌康乌康那是黑的山顶安尼，第二哈晚上这个很好，阮高山族那是上好山顶，我着念，结果伊刚无来，可能偏到咱台湾的迄落高山族来，伊都唔敢啊，着走吼，无来来讲，这饭店有影非常水哈、哦，非常伊食的物件，你看，哦，食的物件。很清洁，很干净哈。好，这是我们谈到这里。但现在目前呢，我们必须要谈到我们的团队的亲和力。我们要建立一个亲和力。亲和力是在乎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你不要一当官就什么都硬了，啊、哦，什么都硬了。你那个柔度要有，我们亲和力。这样的话，人民对你有相当的尊敬。啊，人民对你相当尊敬，这与人群中建立亲和力的一个秘诀是把他们当成不同的个体来看。亲像讲，我一个人看到遐济人，哦，我看到每一个人的思维不一样，我每一个人想法不一样。那个人在怀疑，那个人很用心，那个人觉得有可能吗？每一个人的面相都呈现出他的心。内心的世界，但是呢，我们看见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他的power，我会去善用每一个人的power，我不会去看他每一个人缺点。那你一个领导者，你就能够成功了。为什么？缺点每一个都有嘛，大家都有嘛，对不对？但是我善用他的优点，我相信这个团队绝对成功的，绝对成功。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看点。哦，我们怎么来去看每一个人的抱负？就说，但我不谈这个哈。我们的亲和力，第一个，公众与个人的亲和力，就公众来讲，我们怎么样跟你建立一个，让他觉得在一分钟以内就喜欢你，一分钟以内就认同你，这个必须要有相当的思维，相当的思考。当然，有些人啊、碰到你没有几分钟。哦、他的话就像垃圾堆一样、哦、我们不需要，我们先把 很简单很扼要的把自己的那种感觉说出来，然后互动的、哦、互动的。那听众我们也要好好会学习听话、哦、听众的也成为听众的好朋友。因为我们今天同样的有很多人是舞台的魅力，我有很多人是、他看到人他能够在短时间掌握人的心，不一样。我们怎么样使所有的同心啊都成了你的好朋友？我们都要去思考。但是最重要的是，不是管心，那是以他的心为重点。你不要一直咱们说，很多人最近啊一变的这个郡守一起来之后啊，哇，才真正的明白，台湾人不能让他马上就成为大官了，一成为官哦。可开戏一口头都是命令的，所以刚才有一个同心说，我们那边哦，我很像命令呢，这样子我怎么办？啊，我说学习，我说你好好学习，我们都一样了。有一天是你的话，你也是一样的。我跟你讲，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我们这个执政团队一定要学习，得人之前必须先得心呐。啊，你心不认同你，我相信他绝对有一百个不服从你的，是不是？你多高你说你多高那骗人的啦，你从他的心去取得对你的信赖、哦、所以建立关系是一个一个的，一个一个的。所以你联络人任何一个头你的部署，你都要一个一个的联络，不要哈不隆咚的啾啾命令式的，每个人都必到，必到是没办法，这个是命令啊，不到不行啊。但是你有争取他，你有得着他的心吗？没有，是不是？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必须一个一个的接触，一个一个的慰问，一个一个的看啊，亲和的结果就是如此。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像柴契尔夫人，那个嘛，杜尔夫人，这个名称哈、哦，有人记得，有人知道这个人吗？他是律师啊，他是在雷根总统那个时代雷根总统布希总担任阁员呢、啊。他是在美国是红十字会当会长，他死婚真的是很有专业领域，他懂得如何建立人际关系，他沟通能力非常非常的棒啊，他展现独特啊，
非常有这一种天赋啊，非常棒，而且呢很受许多的群众的喜爱。这个人呢他自己知道啊，他自己知道，因为他也懂得啊，听众的建立亲和力的关系，他比他的这个杜尔这个参议院啊，他先生还很棒啊。所以每一个人哈，当你出来有一个机会的时候，你展现你的亲和力，我相信你在做一个一级主管，绝对令人尊重，令人佩服。所以当你发号推动一个政策的时候，大家都会啊随着你，跟着你，支持你。啊，我们必须以后都要懂得如何去啊规划我们的政策，然后如何去执行我们的政策，这都要去学习的。我们这一个高做一个政府机关，我们必须啊要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哈，相当的认识。所以呢，除非啊，就像我们说公心为上，除非你感动，你先啊，你就说你自己先感动人心。否则呢，你无法叫人怎么样？叫人付出行动。你今天没有被人感动啊，连你自己没有感动你自己，你怎么去感动别人？对不对？你要先被别人感动掉，那基本上化解的下一的妈想对领导别，因为呢，领导者有那个魅力，领导者在细微部分，你虽然察觉不出来，但是你觉得很奇怪。当我在呼召的时候，你看不在？哇，这人对咱后边行，你看不在？接着起功，你平常所付出的细微部分很清楚的，我们都是付出，因为我们是公仆。我今天看你家，我是上长，我都是用命令式的。我跟你讲，有我这人会当来，无可能的代志。赶快，咱家，我们看看我们很多的职场。今天高雄州的何嘎仔，我在高雄州看到了他们那些爱心，被他们的爱心感动。被他们的爱心感动，我就有一个使命，我如何将这个爱心形成为一个炉灶，让那个爱心像一个火炭，不让它消掉，然后越烧越怎么样，越旺，越烧越热，越烧就产生了什么动力，产生了动力的时候，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大的使命。所以到今天高雄州一直是怎么样，人数上面很努力的都排在第一前面。当然这不是我们炫耀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说，民政府每一个人都尽了这个责任的话，民政府就能够短Hello、哦、我还有时间到了就能执政。所以今天呢、啊，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我们民政府在这里要有很多的一个使命哈。我们先了解，因为我们目标在这里很清楚看见政治的构成啊，对长期性的施政管理一般的形成有几种层面。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大家一起念，我们的台湾民政府的使命是什么？对台湾在国际地位是什么？正常化，这是我们的使命，对不对？那我们的愿景呢？法理台湾主权的地位，是不是宣动了没有？宣动了。啊，我们的目标呢？我们大声说，我们的目标将流亡政府。这是谁的目标？这是不是咱的目标？是咱的目标，哈。而我们的政策呢？为什么？但是我看咱九国那边九人了吼，大家都这个意味都不见了呢。来啊，哎，我是你为什么连那个啥一杯水都无做准备？啊，有啊呢。我们发现很多人是这样的。我几排去到了服务处啊，那个人说：“哎，奇怪，我是某某某某，你们为什么一杯茶水都没有？”哎。那个老黑刀阴刀哈，他是牺牲奉献的，把家里打开呢，当我们的服务处呢。他扫地端茶都是老先生呢，这个笑脸呢，遵守入去了，都安尼对伊讲：“哎，我来啊呢，先啊，水也让我无安排。”你看看台湾人是这个样子，
所以不成功也有他的原因在。我们更希望大家在座的，我们真的是要谦卑啊！你今天不谦卑，不谦卑哦，我跟你讲，这个任务很艰难呢。我们必须真的是要为百姓设想，这个词句并不容易呢。为百姓设想，它就容易，对不对？但行出来由不得你我呢，立志由得你啊，规划由得你啊，但行出来由不得你，管理的那是你自己在做梗啊，信不信？所以我们要牺牲奉献，这就是我们既定的目标，这就是将来我们的政策必须要贯彻到底。从这里开始，我们才能够完成改革所有台湾的主权问题。我们的战略是什么？我们今天执政了没有？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事务要做，没有嘛？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就这个嘛。所以呢，今天我们为什么很迫切？咱这行李爱有筹条件，对不对？咱谈判爱有筹码，对不对？你若是无筹码，我凭什么要跟你谈判？我凭什么要跟我坐在这里啊？你无条件啊，是不是安尼？美国人占领者的意思为什么？意思，他投降的时候就不能写了。啊，麦克斯安了，对不对？因为伊是占领者嘛，伊即卖要求是足简单的4000，咱即卖到几张，要阁超偌济？1000，咱爱去思考啦。有个人足济人看到秘书长，秘书长啊，当时要执政啊啦，秘书长啊，当时美国要来啊啦，秘书长啊，什么时阵啊？比如说你招几个人来，咱募几档啊，看到4000个也不够。哦，美国安那，恁家的位啊，一个人就招了10几万啊啦。恁台湾流氓政府的位啊，对不对？咱呢、有法度吗？咱的接到即卖也无法度到4000啦，要哪执政啦？咱家己的条件拢要未执行，你还没有准备好，你怎么执政？所以非常的急迫。经过咱即卖的训练，你会当看咱的参众议院，大家拢老干老干，恁嘛是在同款小弱，这毋是上好的所在。但是，这就是咱既定成功的一个奠底。咱老干有价值，咱免惊遐。为着咱的子子孙孙，咱爱努力去打拼，好不好？你看恁的子孙，高追甲安尼，坐伫边啊无差。伊知影妈妈来是来读册，未来要做官，伊点点的啊，对不对？啊，不是你女儿，啊，喜欢让你乖。好，我们看见许多的儿女都是这样。有些时候回头看看那个小孩子，那个脸蛋，他有一个渴望，妈，你要给我什么？你现在回去，你就大胆告诉他，我跟你讲，戆囝，你妈妈又翘起来啊。无要算其他以前的拢无去啊，哦，吹到一个啦。但是讲妈，你唔当笑哦，妈袂笑啦。我讲你看我的目睭愈来愈光啊，安尼都表示愈来愈唔忙啦。我今日拄到台湾民政府，你敢知？迄是你的唔忙呢？我感觉讲我付出绝对是有价值的。有一天你来讲妈，好家在有你哦、喔，对不对？好家在有恁来到家。所以你来到家了后，你会感动，你爱认真打拼，努力来完成咱的什么？知无？咱一个人有法度阁传两个牙签，真还是假？真诶！哦，对吼，讲嘛是对吼，那是假吼，你巴肚会疼。那无牙签会闲啊？要传五个人哦。好，没有举手的，在这次举手看。刚才没有举手，举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不要紧啦。咱老实嘛，安尼哦，您是10个人哈。好，我们给他们鼓励一下，爱有信心啦。咱屏东要有一个迄、那个多来无偌久哦，几个月前你要刻迄个啥卷首，马上刻掉，你知无？这两礼拜啊，今日嘛是有我带几个10个人来。啊，也过来进前嘛，十几个，
哎，你看大家拢用心，知影讲这是袂歹，马上做官。但是你的班底呢？你的班底在哪里？对不对？要接的是你要去的，你一个人一个人入去危险啦，是不是？你爱玩嘛？你要有班底啦，最起码你要有机要啊，最起码你的事务官在哪里？你的秘书在哪里？你也当雄心把人吗？哈、哦，迄条阮高三的乡长安那呢？乡长叫伊签好，好高兴了、啊，签嘞，签了无偌久啊，结果是安怎？哦，为什么5万块来关起来？你签名，你无去了解文字内容，对不对？人会设计啊，但是咱有秘书啊，咱有事务官，咱有班底啊。经过这些些人了解了，人较放心去签字啊，对不对？所以咱今天是特别要求，你必须要有班底。你们是一级主管，你最起码要有八人啊。你要去设计找一些你们的班底，我跟你说，你们一级主管很高呢，真的是很高呢，所以你们必须要心理准备，免惊讲我老啊，免惊讲我手麻不起啊，啥子，我会当用人就好，你敢知？我会用人，我会看代志，安尼就好啊。用你的经验，你用你的智慧来判断这件事情会做不做，你要有这种的魄力。你要免惊遐，事务的代志、电脑的代志，拢交予少年的。这少年为得来，你袂当办因呢。了，你摕来放你边啊，你的参谋甲你讲。所以我们一再的强调，你必须要有自己的班底，对不对？即摆开始，你开始就爱准备啊，因为高级班毕业之后，就开始是颁发你们的结业证书。这个结业证书同等于。这个公务人员的license证书，就出去就是要完成这些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必须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鼓励。这次只有你一个人，非常危险，一定要有班底，知不知道？我们班底要多少人？8个，要不要开始进行？马上进行。因为你马上做官了，早起我啥事当等等唔知等，哦，我也不要那检查。您起码看到，你们这一批人是坐在末班车呢，末班车第九厢呢，你知道吗？末班车第九厢呢，还差4个人呢，那后面还有一箱进来，快进来了。但是你没有班底，那一箱哈、哦，那10箱你没有份呐、啊，你就单独会去接执政了、啊，你就会危险了、啊。我希望你们后面的那10箱都是你们的班底，有没有信心？马上用心去找，就像我们的郡所一样，新来的马上去找10几个，成为一个班底，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他共同努力，好不好？我们手再拿高一下，来，最高高的，彼此向你旁边说加油，来，加油，加油，加油，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好，时间的关系，我到这为止，非常感谢，好，谢谢。各位同学，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下课休息10分钟。